好，我是小虾米。说起女神一文鲁能，除开那些年我们心目中的天下第一，游戏中性格鲜明的角色也一直是玩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那有多少人真正经历过九艘跳的地狱修罗场呢？在这之中一定有你自己心中最爱的那个佳丽了。之前我们就有介绍过 I'm a queen 的怪刀符高转性，那今天我们要拆和分享的就是世界末的霸主铁拳正妻会长老婆新岛真了。我们面前的这一款呢，是之前出版之后新追加的货币结本50周年纪念款，那自己也是收了很久一直没有舍得拆，那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的会长老婆啦。准确的来说呢，我们面前这款怪盗青岛镇属于涂抹换色版，并且只是换了摩托的颜色，从普通的金属面呢改成了电镀银。大家更喜欢哪一种效果呢？整体的第一眼就是非常的时髦啊，是的，没有错，就像第一次玩 P5 一样，从头到脚的时髦。一下第一部的弹幕呢，而俺们库尼的玩家口碑基础颇高，加上是目前首款加入普森纳的角色手办，内容华丽程度还是非常高的，会让人觉得这26000日元好像是花到位了一样。毕竟带摩托的角色基本属于买摩托送小人。考虑到摩托车子尺寸啊，所以这次将手办比例做成了1:8，和之前的高脚性呢并不能统一，所以这一点让我十分的难受。毕竟已经卖到这个价位了，是吧？这个比例的摩托就毫无冲击力了，非常的可惜。先从头部看起，作为短发女人也可以性感和可爱的会长老婆，留着一头简洁的短发，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一点喜欢她呢？这次会长老婆的面相不能说难看，但是相比游戏中的样子区别较大。首先啊，看着脸有点宽，眼距也跟着有点宽，所以有不少小伙伴都说这款手办脸比较崩，像之前我们手里的这款高卷心呢就偏向于圆滑风格。虽然同样出自他们库里，也同样属于 P5 系列，但是两款手办呢分别出自两位不同的原型师，所以整体出来的效果呢才会差别如此之大。其实之后他们推出的妙妙啊才是和高卷心是一个系列的，出自同一位原型师哦。那说回到会长，最关键的一点是这次没有给到面具替换点，是几个意思啊？而会长老婆的怪盗服造型是以机车末世重金属这种风格元素设计的，谁都没有错。游戏中还特意的说，新岛真的怪盗服像世界末的霸主，实际上也是在 Netta 被动神拳，加上本身就是用拳套作为武器，致敬元素还是非常多的。主体并没有分件，从盒子里拿出来就是连头带围巾全部给固定好的，唯一一个小配件就是这个左轮枪，造型还不错，就是往往枪炮类的配件我们都会去注意枪口或者是炮口有没有做出来，可惜这里并没有，连体衣就很戳我胃口啊。而且啊，转到这个背面一看，哦吼，这个紧身的线条和小屁屁，可以说啊，把会长的身材勾勒的展露无遗。还别说，副岛成吉笔下的角色啊，人均超模，身材那叫一个纤细。所以单看手办本体的话，就是这么个调调。衣服的整体表现上佳，并没有涂装出界的地方，哑光面呢也很好的克制了紧身衣的色气啊。各处的过度涂装依然保持了阿玛库尼的一贯水准。不过也有玩家觉得青岛真是属于那种性格知性且严谨认真的角色，平时着装也都相对保守啊，这样一个 pose 好像不是他的 feel。照我说，这个时候呢就要靠各位的脑补能力了，不能说会长老婆看到 Potter 就春心荡漾啊，而是将他买回来放到身边的各位绅士才对，这一看就是 rank 99的关系啦。我们会长老婆呢也一定有他不为人知的一面，虽然说这个腿实在很长，不过毕竟要容纳一辆摩托啊，所以脚底这里还额外垫高了一层。总来说角色本体我个人还是相对满意的，脸型虽然说不上神还原，不过也在能接受的范围，滴滴是这样的啦。接着一起来看看主体约翰娜。说到这台摩托的设计原型，也是贴合了角色人格面具与教皇琼安。据传闻，琼安有关于马背上缠子的传说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细细考究一番。最标志性的地方应该就是挡风镜中的女性面容了，让本身就炸尖的摩托多了一种另类的感觉。
摩托车的简约流线型加上电镀漆面，这种组合所呈现出的样子会有一种插画大师空山鸡所描绘的诡异性感氛围。至少华叔如是说道，作为古典老色批的他，怪不得看到这个摩托之后天天说他实在是太 sexy 了。我觉得这个人这里好像有问题。而摩托车虽然看起来很重型，但实际上分量偏轻，轮胎都可以转动，不过前轮无法转向，握把材质偏脆，要特别的注意了呀。对比设计稿可以发现，前后轮刹车的结构，手办在这里把细节做了进一步的完善。车尾两侧的排气孔配合车头的进气，再一度把时髦值拉满。而真正的霸主啊，从来不看爆炸的场面，所以摩托车并没有设计后视镜，让整个车型更具备速度感。虽然车身整体的外壳都非常简约，但是尖刺状的造型在庄重之余又增添了一抹侵略性。综上所述啊，不倒成绩永远的神。虽说造型各方面呢都挑不出什么毛病，不过电镀漆面带来的副作用还是比较多的。首先，指纹收集容易沾灰，这样的问题还都是小的，一些边缘位置可以看到明显的毛糙。一般电镀漆面的特殊性啊，很容易把模型上的瑕疵表现出来。而因为这款摩托车模具精度缘故，注塑件没有进一步的细化打磨，直接上电镀。而摩托上的隔离漆膜比较薄啊，所以我们依然会在边缘位置发现不平整的毛边。这样一个强调流线感的造型身上出现这种问题，实在是不应该。不过除开这些细节上的问题，整体还是比较 OK 的，镜头加起来啦。这款手办的现货价差不多是在1800，预定核算下来差不多是1500的样子，这涨幅还是相对温柔的。毕竟之前有高卷性出版，价格螺旋升天在前，而一向不怎么再版的阿玛库尼也是在高卷性海景房之后再版了一波，但地摊换色也是让再版的价格低到了900多。阿玛库尼这操作也是想让出版保有一定的收藏价值。话说出版我可是花了2200多才入手的嘞。这款后备解放50周年新岛真限定版呢，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变相再版，实际效果对不对味嘛，就要看个人的喜好了。屏幕前的你对刺猬长老婆有什么想说的，也都欢迎在留言区讨论。最后也是感谢三星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三星这个牌子大家肯定不会陌生了。那么有准备入手电视的小伙伴们现在注意啦，三星 Serive 化境 TV 系列量子点 4K 处理器，55英寸，3840x2160分辨率，高动态范围图像 QHDR4KQLED 画面以及 HDR10+加持，无论是刷剧看电影还是启动游戏模式一命通宵，它都能完美胜任。不同于我们常见的电视造型，三星 Serive 造型灵感来自于字母 I， 让专属支架给予机身另一种风格展示，让它看上去更像房间里的某样家具。归纳多种连接线，轻松化繁为简，讲究百搭与融合的法式设计，让这款电视即便不打开用依旧骚气瞩目。加上四声道扬声，化境系列的专属 NFC 手机闪头，只需把手机往电视上一放啊，它就可以变成音箱。最后就是 Lifestyle TV 会员俱乐部的小程序了，微信小码即可进入，里面可以看到其他用户的使用分享，以及俱乐部小程序推出的各类官方优惠活动啦。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扫码查看，或者是到三星家电、京东旗舰店浏览一波喽。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喜欢节目的话，求一波订阅、收藏、投币，素质三连一下。我是小虾米，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